喂，好嘞，知道了。哎，先停车，停车，让我钱找不着了。钱咋还找不着了呢？哎，大姐，看见我钱了吗？没看着啊。哎，你东西咋这么多呀？出门习惯了。你看，我这刚好有个旅行包，来给你试试。行，那我试试。东西装多了还能套在拉杆箱上呢，这么好的包在这买的呀？来我直播间不要这个事。好，感谢谢。哎，对了，大姐，等会儿，这个是你刚才掉的钱。哎呀，你这人呐，走吧。